Thank you.
然后他的想法逻辑他无法说很熟很长，然后他那次来当然有来广州，我觉得我说的有点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管吧，你说我这个你去走上面先发好的话我很满意，回头晚上，他明天要开始学英语，所以的话，希望能给他们带上点礼貌。他不配，他连话都不会说，有肚子很烦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要骂英语，我们在一旁被骂的惨惨惨的。中国的大，我真是我了。Nice。啊，中国。What's up? What's up?